台北市土城有一个爸爸讲，今日的人行道竟然嘛无安全。伊讲伊带囡仔要去学校行这个人行道，闪过一支电火条啊，常常阁好扣断去，衫扣破去。原来是这个电火条啊有靠一根铁片，这个铁片翘起来，才会去勾着衫，把衫勾勾破。迄个宽度拄啊好是囡仔的身宽，恐惊擦到囡仔的目睭都会哦。穿短的爸爸带囡仔去上课，原本佫讲到笑头笑面，煞雄雄停下步，摕手机啊，甲电火条翕相。另外一个角度佫较详细，爸爸经过电火条啊，规人就亲像捡人又掉火。回头一个看，原来是衫裤搞破一个空。爸爸翕相，好问提醒，讲靠伫咧电火条外铁片下，伊头前来会去共挂掉，而且阁是伫咧人行道，人真济，阁会真正所在，若是无张持，第一个人挂着伤。建议要把它包覆，或者是因为拓宽是不可能的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只能走路的时候真的只能自己小心，对不对？自求多福。记者来到现场，伫咧新北市土城区的中央路二段，发现区公所已经先做紧急处理，确认是台电的设备。台电讲，电火条外铁片啊缩短，因为时间片一无好烫出来，搞破民众衫裤，真危险，已经改善好势。不过，离超过公尺另外一支电火条啊铁片的缩短开关冒烫出来，虽然是向大路，嘛是让民众拢感觉真袂安心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